我每一场都拿出全部的力气啊！是不是冠佑？是啊，我把我们那个那生命最精华的部分都演出来了。是，其实精华我不敢搞，我也不想要你的精华，我不要。干嘛？我的精华是什么？太棒了，我没办法要。对，我觉得你的精华在发亮。哦，真的、啊？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转化成两个女儿。喂。我是说你全身的那个就养育啊，爱对爱啊，爱要开车了，车速太快了，对，不要再开车了。那个小朋友抱在手上的家长不要一直笑，耳朵把它遮起来。家长把你们的精华耳朵遮起来，遮起来，那回去那三五岁就要跟你们这边开车，你们受得了吗？你们现在笑，以后就会哭。你等于一点臭味出来，臭味出来。他回去说：“爸爸，你的精华在哪里？”不要再讲了。喂，哇塞，刘董，你女儿两个都有来，对，哇塞，不得了。这时候你就摸着她脸庞，就是你们、啊，哈哈，还来啊，喂，可以了，爸爸的爱啊，爸爸的爱，好了啦，爸爸的爱、啊，爸爸在20年前爱，你们有笑的同时有病哦。我五月天讲话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对，我们那个镜子呢，造成你们每个人内心，你们每个人心里呢在想什么，然后就会反射出你自己，懂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要多人笑。我刚刚是说冠佑的爱不是冠佑的爱爱哦。喂，我是说不是，我现在都要叠字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用说，头你说呢？因为我们来讲讲时光机器。时光什么？等一下啦，史哥，还是讲一点荧光棒棒。今天坏掉了啦，今天才第二段呢。没有。如果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听到五月天的时候，或者是五月天陪伴了你读书、求学、恋爱、失恋、上车、上班了，不是上车。上车，接下来还有上垒。上垒是什么？上垒什么？上垒什么意思啊？你就解说到四垒，四垒是什么啊？就是本垒，马上就是都跳关的了。哦，对，对，他要跳关的。跳关，哎、欸，那个喜欢的女生，我们今天晚上，气氛很好，我们是不是一起到本垒啊？不会。都不担心你刚那一段话被拿去当梗图，以后就一直被拿来用，截取下来这样。